根据老师的动作，缓缓地举起手笔画。这是位在小港区山民里的乐智学堂，主要针对社区内疑似或是患有失智症的长辈，设计专属的课程，来帮助他们快乐学习。 我们主要的话就是上一些认知促进，例如说我们可能会上一些怀旧啊，或者是音乐治疗啊，或者一些手作啊。我们甚至有时候会 DIY 做一些美食。那主要有时候还会做一些运动啊，肌力的训练。尤其因为长辈他年纪越来越大，他可能就会肌力会越来越退化。那所以其实我们在肌力训练这部分，我们还蛮强调的。所以我们每天会在这边安排1个小时的运动时间。那很多长辈都会跟我们回馈，反映说，他们的力气真的有变得比较好，对，然后回去精神也会变得 比较好，墙上满满的作品，还有老师教学的痕迹，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讲师们的用心。透过多元化的课程，提升失智长辈来上课的意愿。连在地的里长夫人也说，自从据点成立之后，真的帮忙社区解决了很多问题。因为我觉得失智这个问题在我们这社会是越来越大。 然后希望呢，透过这个管道，然后让大家都能够更加的去关注这个失智者的这个问题哈。然后他们很辛苦，真的很辛苦，我们也很谢谢他给我们的社区的长辈有这样的一个机会。 对，做一个学习。其实这是一个政府的属于长照的一个服务的范围之内。那其实如果家里的长辈有发现，你觉得他怪怪的，然后可能就是最近讲话重复啊，或者是最近近期的短期记忆忘得很快，可能前一分钟跟他讲的事情，然后下一秒钟他就忘记了。那你可能就是要怀疑他可能已经有一些比较倾向失智症的一些状况。让原本平淡无奇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，心情放轻松了，自然也会让失智 智症的病情减缓一些，不仅减轻照顾者的负担，也让长辈的生活更加快乐。记者张世明、林嘉义高雄报道。